我是老赵，老家在江油，来成都有八九年了，住了个房子。刚来的时候，啥子活都干过，干过门卫，干过搬运工，现在在珠宝店，又是打工。老大爷。保洁这个工作啊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街上，人来人往，一天下来啥子人都遇得到，有的人都好，你讲你辛苦，有的呢，哎，我在外头干活，有一回我们老板得肾结石，躺在个床上直打滚儿。我出去干活，啥都晓不得。我们邻居就把他送到医院去，又来通知我，这个社会还是好人。我就想好好的扫地，把街道扫干净，也就是回报厂里去。咋个又是口香糖啊？大爷。怎么了？哎，咋子啊？我有两个娃娃都在打工，一儿在广州，几年都难得回来一次，回来一趟路费又贵，还经常买不到票。老二在成都生活，都忙得很。娃娃在外头平安，不对了。